爱分享这个活动，我了解到，我把这个客户啊这个邀请函发出去，然后就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像比如餐券啊，还有这个广告宣传啊，还有这个免费的视频宣传，三张 Facebook 照片。我就觉得对我们这个品牌，我们是自有品牌 Canton 啊，对我们这个品牌以及我们产品的这个宣传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我觉得将来广交会的话，会不会可以多举办像这样对企业有益的、有好处的活动？我觉得我们肯定会更加配合来参加。